时间差不多了，昊天麻药醒了，我要去找他。你听我说嘛，他给我躺醒过来，知道自己手没了，他会发疯的。你快受伤啊！你赶快躺一会儿。昊天受这么大的伤，我这条伤算什么呀？啊，你不能受伤，你别瞎想啊，这不是你的责任，你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。可是昊天救我也不是他的责任。 昊天醒了，他醒了之后，发现自己的手没了，他见什么东西都往人身上砸。还有刚才那混蛋陈浩夫又来了。哎，马军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就是那陈浩夫撞的人嘛，你还原谅他，还让他走，你每次都被骗。哎呀，你不能进去，你别进去了。马军，你赶快带美玉去帮他伤口，快！对对对，走走走走走，哎呀，你干嘛呀，姐？ 越是这个时候，越像有人在他身边。你让我去吧，我是医生，我会让他平静的。出去！出去！ 昊天，是我，文静。楚君，我谁也不想见。昊天，你别这样，你刚刚做完手术，伤口别碰它，你别碰它，伤口裂的不是很好吗？失血而死，就不会那么痛苦。 别这么想，你要是不活了，梅姨怎么办呀？梅姨要是活不下去了，陈叔叔怎么办？他也会活不下去的。我很重要吗？我有那么重要吗？我很重要吗？重要！你在我心里比我的病还重要。 你在骗谁？我想孩子爸爸妈妈，我很疼，我很疼，很疼。可是都在哪儿？你们都在哪儿？ 你把手还给我，把手还给我！哎哎哎！过来过来过来！你干嘛去啊？他会出事的，干嘛呀？你干嘛去啊？他会出事的。没事没事，那上次在家里边不就是文静把昊天给制止了吗？没事没事，这次不一样，我不行，我一定要去看。回来回来，干嘛呀？你听我说，他们已经明确了恋人关系了，谁会让自己爱的人受伤了，对不对？那行行行行，没事没事。昊天，昊天，你别这样。 你别这样啊！你这又是冷酷的，我们好好养病，好好养病，好不好？我要宰了他，我要宰了！你不可以这样啊！你这样的话，伤口会大出血的啊！那个就不关我事了，鞋底都嫌弃我是吗？我没有，我不嫌弃你，我怎么会呢？你滚！你在这家想的。 啊！别这样，伤口会大出血的！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！你走啊！我不走！你，这是一个意外，啊，这是一个意外，是我来的。意外？你也觉得这是个意外？我意外的差点丢了命，我意外的永远失去了一只手。这就是因为。
陈浩和他破坏陈家豪的事实，特研谋害你，非要杀人灭口。可怜他还在这里为他说话，你们就杀了他。秦岚，秦岚，秦岚，走走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！医生，医生，快来！医生，我帮你们看看。大夫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可能是头部血液压迫神经，较量强烈的机能刺激而导致癫痫。癫痫？癫痫？